非常感谢 Seven Cafe 的邀请，出席他们的 Ready to Eat Meal Launching。目前他们有12种选择，只需要5.9块起。今天就来选出我心中的 Top 3。也是三大民族都可以一起吃的，这个是酸甜鸡肉，干用干用诶，这是什么、啊、有饭有食物还有 side dish 的，那你就给我多点蔬菜咯，排便顺畅吗？我们来试试看他们的食物，吃了过后我会选出我心中的 top 3。 Ready to eat meal 价钱从5.9块起，上班族来说真的是非常值得，如果一份不够吃那就拿多一份哦，主要是主打人人负担得起，高品质，本地味道。来来来，现在选出我心中的 top 3。 Nasi ayam kampung, Nasi goreng kampung, Pasta keju pedas。 听说他们陆陆续续还有推出更多的选择， Stay tuned。 我是美食猎人，找美食找我。